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主。现在西方也是进入了星期四，也就是正月12号，东方已经进入了下午。那现在我们这边是早上3点38分，东方呢就是下午3点38分。感谢赞美主，我们又一天接近要回家，我们真的要准备好回家，要记得远远的感恩，远远的走这一路，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永远的爱神爱人。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天父、天子、圣灵，而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没有主耶稣就没有救恩，就不可能到父那里去的。所以我们要记得爱我们的上帝，存心、存性、存意、存力去爱我们的上帝，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那主耶稣也吩咐我们准备三件礼物，就是信心、爱心与盼望。那我们每一天走在这条路上，是越来越精明，越来越清楚我们的方向，而且是越来越有信心，对不对？然后眼睛，我相信大家的眼睛都是明亮的，可以看到属灵的一方面啊，看到主耶稣真的要来了，也跟大家讲了很多这个敌基督，还有兽系统这些已经一直在实行，所以你看到他们非常非常邪恶，而且是控制人类的。西方国家现在，我想比东方糟得很厉害。东方没有觉得什么，但是西方呢，被政府控制得特别特别的厉害，而且小孩子们啊，都还有到中学，这些都是头脑被政府控制，因为政府他们有很多这个规矩啊，还有各种各种的律法啊，就是控制孩子们哈，控制下一代。所以呢，下一代不会比上一代好的，都是越来越不好。所以主耶稣一定来，要来接小孩子们以及我们这些准备好的新娘回家。好，那讲到这边，我昨天看到的意象是差不多35个，我这边也画了20多个，其中有一些是前天的，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也放了下去。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听一牧师的，他的教会是 SVCA，就是美国的 Silicon Valley 的哈。那他是讲说每一个属灵，每一个属灵伟人，就是在圣经里面的伟人啊，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有性情啊，都是有性情的，而且就是说会犯罪的哈。那在这边是雅各书5章17节，哥林多前书、腓立比书，还有雅各。那我们现在读雅各5章17节到11节哈，雅各就是 James 哈，James。那我就读从7到11，那就是5个经节。好，弟兄姐妹们，你们要一直忍耐到主来的日子。你们看奴仆怎样忍耐等候的，等候地里宝贝的出场，有没有？所以呢，你看那些农夫，他们真的，我常常有时候会想起他们，因为圣经里面提起嘛，我们就想起说，哎呦，农夫真的，他们要浇水呀，要施肥呀，要弄那个土地呀，都是很努力在，好像在养一个小孩子一样哈。那等候秋雨啊，等候春雨的降临，对不对？那我们这一次呢，回家是在冬天。对，我刚才也有看到一下，还是看到下雪哈，下雪，然后有黑色的4个黑色的圆圈在中间的底端。那明天我才画出来，就是说我们回家的时间还是加拿大这边还是下雪的时候哈，就是还是在冬天里面。所以呢，我们是春雨之前就是冬天哈，那春天的时候就会很会下雨了哈，然后有那个土地就因为有雪嘛，就融化了哈。所以呢，我们神是早一点来，没有人知道哪一天哪一个小时。人民，我们以前就会说哦，大概秋雨春雨没有。OK，第8节，同样的，你们也要忍耐哦，你们的心智呢要坚定，因为主耶稣真的快来了。
OK，那其实我在真的 page 在第一那边，我昨天有讲过，我听到声音说来不及啦，什么来不及啦，就是要快啦，来不及啦，我们再慢吞吞的话，认为时间还有很多，就来不及啦，就会被留下来哈。那第九节，弟兄姐妹们，不要互相埋怨，我们不要互相埋怨。不要互相说你对我错啊，还是我对你错啊，这些免得受审判啊，免得受审判。你们看，审判的主耶稣已经站在门外啦，对不对？弟兄姐妹，你们要效法，就是要跟从。OK，从前奉主名说话的先知，以前就比如说使徒约翰，使徒保罗。那还有之前以利亚、以西结啊，这些，他们你要效法跟着他们这些奉主的名说话的先知们，以他们的受苦跟忍耐为榜样，所以他们经过很多的苦难，来传福音，来给人家认识到这位耶和华。我就 I am who I am，我就是我，这位耶和华，对不对？这位上帝，他们受了很多的苦啊，就好像Jeremiah 就是耶利米啊，耶利米真的受了很多苦，而且他都是很忍耐的跟从着主啊，主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哎，然后呢，好像他到最后还没有结婚，80多岁被人家用石头把他炸死，把他的头炸死了啊，但是。他在一生当中都是为主做事，奉献上自己的生命的哦。所以我看到，就是看到耶利米哦，耶利米哈、哦，我看到2次，非常非常的亮，真的，耶利米非常非常的亮。有时候你看一些圣徒啊，或者是以前呢，我有些是没有那么亮，但是耶利米是特别的亮哦。还有谁？很近很近，我的最近几个都很近很近我。就比如说阿巴拉罕呐、啊，还有以撒呀。之前看到使徒约翰，就是写启示录的那个，也是很近很近我啊、哦，很近很近我。我非常感恩，就是讲时间很近了，而且我们所讲的、所做的事，就是配合他们的哈、哦，就好像启示录里面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配合启示录，所以为什么这个使徒约翰非常的敬我哈、啊，就他的头就已经够我整个意象了哈、哦。好，那接下来是一节，我们认为那些忍耐到底的人，我们承认的为承认那些忍耐到底的人，到最后的是有福啦，是有福啦。就好像耶利米啊，比如说约翰啊，保罗他们，好像我有没有看到保罗？好像还没有啊，好、啊，保罗还没有看到，我们要大概不知道会不会给我看到，我相信会吧。OK，你们呢都要知道约伯的忍耐有没有？约伯的忍耐哈、啊，约伯有没有看到约伯？好像还没有看到约伯，是不是这些人还没有？约伯，但是何西亚就是什么？何西亚看到了，何西亚看到了，对对，看到我也因为太久了，忘记得不那么清楚。但是何西亚的太太我也看到过，然后呢，也看到Esther 就是以斯帖什么？以斯帖以斯帖啊，以斯帖，她是她。给我看到半身，就是像一个皇后这样，皇后，是金色的冠罩着她，而且她头上都是有金色的东西啊，就是戴着金色的。所以你们都要知道约伯的忍耐，也要知道主最终怎样对待他，怎样厚待他，使他更加。虽然他的子女们都不见了哈、啊，都走了哈、啊，但是他走，当然是上帝带回家了啊，所以也不用怕他的子女们下地狱。为什么？因为约伯那时候哈、啊，就是常常带他的子女来向神啊祭祭呃祭
就是向神道歉啊，向神赎罪啊，这些哈，所以他都有准备他的子女们，所以他的子女们一定跟上帝在一起的。但是他在世间走过，也走过很难的日子，但是最后呢，神给他加倍的奖赏，加倍的奖赏，因为主充满怜悯和慈悲。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充满着怜悯和慈悲。好，讲到这边，大家可以回去自己读一读啊。好像我会照了照片给大家哈，不是照片呀，这经文这些。好，接下来请大家就我这边有一个图画啊，大家看一看哈，就是其实是这样，我的簿子里面有一个印，我因为爱睡觉嘛，印就流出来，也不是说很多一点，然后呢，就我的簿子下面又下面又下面又上面，其实不可能的事。都有那个印圆圈，圆圈其实四个就是八面，就是东方西方，东方西方，东方西方，就是代表四个黑天哈。那我有照了照片，我也不知道要不要 send 给你们，因为要用很多位置啊。然后呢，最后那边哦，对对对对，这个在哪里？我有没有看 journal page 那边画蓝色的？Journal page 的蓝色有一个圆圈，在第四个方格那边，第四个方格是脚底的那个哈，有没有看到有一个蓝色的深蓝色的圆圈？那里头就是神的话啊，就放大了就是这样。大家看一下，是很小很小很小的，为什么这么小的呢？因为时间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近了，所以变成它的画画出来都是很小很小的，所以大家要记得，时间是越来越近。阿门。好，那今天的唱歌歌呢？赞美歌是沙漠中的赞美啊，沙漠中的赞美主啊，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恩，你给我的恩典够用啊，圣哉圣哉。所以大家请听这首歌，每一次的歌就是你要注意里面讲什么，最终它的内容是什么，而不是说好听不好听啊。当然最好是好听了啊，那里面的内容是最重要。现在神给我看到80%。80%是叫大家注意它里面在讲什么哦。好，那请大家看 Journal Page，我们是2月22号、23号，也就是下个月，20、23。那以色列的日历是 Adar 1号、2号，华人是2月3号、4号，所以这边有一二三四，有没有？一二三四哦。好，接下来呢，那你看 Adar 哈。下面就是 A2，就是 A2，我们有 A1，对不对？但是这边呢，华人是 A2，那如果是以色列人之力，就是 Adar 一，就是 A1，所以之前有看到 A1，真的几年前有看到 A1 大家都知道 A1 的意思是什么？是杖。我想，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看到杖？有没有上帝的大拇指上去？就是 A1。哎呦，我现在才知道啊！哎，有没有好多时候都有看到他的大拇指杖，但是又不知道杖。认为说杖就是上去，对呀，杖也是上去，但是也是 A1 啊。好，接下来我们现在走到哪里了？我们现在走在正月15号、16号还没有到。那四五十六号到的时候，就走上一个台阶，29天到13、14号2月，然后又一个台阶是9天而已，就到20、23。为什么呢？我现在跟大家先讲，因为有看到台阶，看到只剩下两个台阶啊，剩下两个台阶，所以呢，那就配合了。好，再看，右边那边就是 right hand side 啊，我有写啦，5SF56 进入标杆，SF 也是六跟五，所以六跟五加五跟六就是等于22哈，东西方回家的一天。然后呢，其实 S 的数字是第19，F 是第，哎呀，F 是多少哈？EF，F 是应该是六啊，应该是六呢。我写错去，六应该是25，25就是2月初五，已经在另外一端了。OK，不要紧。Next one 就是五节之后就找不够妹之后啊，那找不够妹是在2月5号，所以看到2525啊，然后十八八，
然后就是二月五号加18的话，就是东方的二月23号。好，感谢赞美主。那青色也可以代表新的开始哦，新的开始。哎，那为是零一个零啊，哎，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是22、23已经很确定了啊，因为昨天、前天都是讲一样的，今天也是讲一样的数字啊。我相信没有再加两三天吧？有没有加两三天？没有啦，应该是没有。但是我们有看到二三回，对不对？什么二三回呢？二三回是讲2月3号吗？对吗？啊，不要紧，我们就继续，就是二月里头一定回来。我们就是现在讲22、23，好不好？我们就听上帝的话啊，他讲二我们就二，他讲三我们就三啊，我们就跟在后面跟随着他。OK，他讲11我们就11，他讲20我们就20，对不对？OK，就比如说我们前面就是主耶稣嘛，主耶稣说五，那我这边就要说五。那你们那边呢，就听到我，你们也是哦，跟别人都是讲一样的话，对不对？因为前面的那个主耶稣他这样讲嘛，对不对？那我们就跟着他，就算他讲错了，然后他说对不起是六，那我们也说对不起是六，那后面也是对不起是六，对不对？你说有错还是没错？那如果主耶稣说哦，OK。那本来是六，他讲五，那你后面的知道是六啊，那他讲五的话，主耶稣说错啦，是六，那哪里能够这样？主耶稣说五，你就要说五啊；主耶稣说六，你就要说六啊，对不对？哎呀，有时候我们会经过考验的，要小心了啊，就是那天看到的异象，当心测验呢。好。请大家当心，主耶稣会测验我们哦，上帝会测验我们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警醒啊，不要睡觉哦。好，第一那边啊，我们就走第一啦。第一是这样，看到油条，我下面五，然后美元，那油条是几画呢？在哪里了哈？在中间的中间那边下去，就是12:48。哎，没有没有。上面一个13分，10:13，所以油条是八画十画，五呢就放在五了哈。那18加5是什么？就是23，就是东方回家的一天。然后美元呢是9加4，9画加4画就是13，就是停止了。OK，什么是13呢？13就是9加4啊，9加4就是进入永恒的天国哈，永恒天国。好，接下来我是听到声音说来不及啦，OK，就是说已经很迟啦。好，接下来是看到好像 baby 冲凉的水桶，OK，我就讲水桶啦，讲错对不起啊，这是 baby 冲凉的水桶啊，OK，那里面没有东西啦，连水也没有啦，没有东西啦，一清二楚啦，一干二净了啊。然后当时一下子就有一个茶杯出现在4点的单位，这样是黄色的茶杯。黄色的杯子，喝水的杯子啊，那黄色就是代表等候了哈，就是说我们要等候到主来接我们回西方是4点的单位，就是22，那东方就是5点的单位，23。好，接下来呢，就是说没有了，已经解码了，所以里面干干净净，没有东西了哈。好，接下来是前天看到我女儿跟她的小儿子，就是 Jojo 啊，就是 Joseph，那他们两个呢，前面是一个电脑这样哈，啊是黑色的暗的，然后旁边很漂亮的青色的啊，好像青色的花瓣这样哈。那我的小孙子生日是2月2号，也就是2个22，就是22是西方回家的一天。我的女儿呢是11月29号，那2加9呢就是11，那11月也就是11，那11加11就是22，也是我们这边回家的一天。那接下来呢是看到三个手指，大拇指跟第一个手指中间的手指，那大拇指是5，第一个手指是9，中间的手指是8，加起来也就是22啊。那接下来呢，就看到脚，OK，有一只脚在那边，然后又一只脚在上面，就是我们现在到脚了哈。然后又再看到脚，昨天又再看到脚，所以我们真的到最后了啊。那这个旁边有个深蓝色的那个神的画画，那你们可以数一数，然后看啊，还有很多。
看得出来，有些是好像七，有些好像 hate 这些啊，大家欣赏一下，上帝给我们的，就算大家说，哎呀，我看到很烦了，你不要觉得这样，真的不要觉得这样，上帝给的东西都是美好的。OK，那你要跟主耶稣一起活到永恒啊，一起到永恒。那如果我们今天说每一天都讲一样的话，每一天都听一样，那以后怎么样了，对不对？所以呢，大家要欣赏。当你欣赏，当你知道他的好处，而且是欣赏爱他。我们欣赏爱主耶稣的话，那他讲什么都是美丽的，对不对？好像你有心上人啊，你的爱人，他讲什么，你不是觉得说很可爱吗？你不是说觉得他讲某不管什么话，都觉得很好、很好、很美哦。所以呢，我们对主耶稣的态度也是这样，不管他怎样哈，他都是为了我们的好，而且呢，跟他一起是神的心愿，也是我们的心愿，对不对？好，接下来是看到，好像是两个女的，但是我只抓到那个雷静哈，就是台湾的一位很聪明的一个姐妹哈，她是基督徒。雷静呢，她是十三画跟十画，就是十加十三就是二十三，那东方就是二十三号。然后现画呢，现画应该是我们这边现场这边现画，现画其实就现就是见王了哈，然后身体就改化了变化了哈，所以这加起来这壁画是十一啊，十一加四，诶。十一加四，是十一画吗？加四不是15吗？我怎么会写到22呢？哎，什么原因写到22了？哎，现一二三四五六，十一，哦，对，为什么11/4呢？十一就是背题，四就是2+2，也就是22。哎呀，有时候真的。哎，好，下一个没错了。那接下来是这样，我是看到Miro 就是春卷啊，也是春卷，是五香卷啊，五香卷这样哈、哦。然后有两条主题是用那个筷子放下来给我看到，那就是从2点的单位到8点的单位的方向哦，的方向其实有一个意象，就好像一条船从2点的尖尖的向着8点单位，也就是讲到二月回家了。那这个 meatball 呢？对，是2到8，那2到8的方向，那就是二月回家。那接下来呢，是看到好几个颜色哦，青色呢是1点跟2点的单位，就是那前天也有还是在前天，就是以色列是6月或者是12月，就是 Adar，然后1号、2号哈、哦、接下来有11在12点的单位，对不对？那可以指着以色列之力是 Adar 回家，然后呢，另外两条呢是在偏向。10点，或者是其实我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画到9点跟10点，那就还好，就算吧。那你看一下，9点就连接到6点，不是有六跟九一起的吗？黑色的吗？然后呢，五呢到十，也一直有看到五，对不对？好，那五呢？五如果是十的十也是12，就是完了啊，就是完了。那五就是23啊，五就是2+3，对不对？就23。那6点的单位哈、啊、是讲到阿大呢，然后九呢也就是讲到星期三、星期四。那有时候是这样哈、啊。星期三、星期四，神会用上四，为什么？他是跟着华人讲，星期三就是三，星期四就是四。但是西方呢，你说星期三是 Wednesday 呢是一个星期的第四天，那 Thursday 呢是一个星期的第五天，所以西方人家算法跟华人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呢，你就变成很复杂了，对不对？但是无所谓，我们已经走到最后了。那接下来是看到我的小孙子突然间头转过来看我，然后看到他前面的牙齿2颗没有了啊，就好像我这样，一颗已经断了一半，另外一颗呢，我希望不会发生，但是我可以，我动一下我的牙齿，
偏向 right hand side 那边，就是右边那边，它已经分成两折了，两棒了，有一条线这样在那边。我用我的舌头可以感觉得到，我希望不会掉去，因为我现在吃饭只靠一粒的牙齿，一颗牙齿而已。好，接下来，如果我这边的，我希望真的不会掉。如果再破掉的话，我就要吃粥了。因为怎样，这个门啊，前面的牙齿叫做门牙，什么？就是门牙哈，门牙。那这个门牙是代表新天新地的门 ，OK， 就是门开了。所以我看到我的小孙子他的门牙不见了，就是门要开了啊，门要开了。好，要记得他的生日是2月2号，是22号。我在讲我女儿的，就是一个确定确认呐、啊。好，接下来呢是白色的字是安字还是金色的？忘记金色还是白色，但是我用金色的笔。安字，安字，安是六画，上面是三画，下面是你也是三画，然后日子这字，那就是桑桑嘛哈。桑桑是什么？就是华人的2月3号，2月初3是星期三。大家想一想，什么是桑桑？我们一路来不知道什么是桑桑，对不对？一直想认为这个那个那不是。现在昨天我一直在追问神，一直在追问，然后来才知道说桑桑是什么，就是华人的2月初3。2月初3也是我们西方回家的一天。那2月初3是星期几？星期三。所以2月初3星期三，所以有两个三，所以有三三哦。那六也是3+3，所以有时候六也是讲什么呢？六就是2月3号星期三哦。还有一个意象是22星期二七啊，那个也是一样的讲法。那明天我刚才也忘记，而且没有地方了哈。还有一个二星期三三啊，那个也是讲到我刚才解释的那一方面哈。好，接下来是看到一个日历，那日历呢上面是红色的 ，OK， 红色，然后一个方格一那边也是红色的，那就是今年的正月 January 正月一号。正月一号呢也就是星期日，星期日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啊，一个星期的第一天，所以我们这边有三个一，三个一，就是 January 是一啊，然后一号也是一，然后星期日也是一，所以一是神给我们看到这个日历，就是说丽丽，你们就是要回家了。正月就是华人新年，过了就找过妹，找过妹了之后呢，就是回家的时间了。OK， 找过妹在家18、17、18，找过妹，没有，找过妹是五哈，五我们是22，对呀，17天哈，17、18回家。好，其实之前我看到17很大的，17、7、7、17。所以大概很多时候一直只做七，就是17啊，赵国梅之后的17哈、啊。那大家知道七也连接到六，就是神圣的王了，是阿达。好，所以我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日历就像我这样画出来，但是下面的数字我就没有看到，但是我有看到一个长方形的红色的，然后有看到2、3、4、5、6 ，OK。其实神这边是在跟我们讲，你们的华人新年是正月啊 ，January 正月22号啊，那一个月之后31天，也就是31天就是2月22号，也是西方回家的一天。要记得正月是31天，所以我们说31天之后啊，我们西方回家哦，东方呢？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31号，没有，我们这边22，东方就23了哈。好，接下来是看到两个台阶而已，然后有看到一个女的，她的裙子是蓝色的哈，然后她在走路啊，画的不像，其实是看到她的走是在走路的方式。好，接下来看到22是什么？红色的22就是啊，我们的阳用的阳历二月，另外一个二呢就是华人的二月啊，二月。好，接下来。是一个杯子，里面是黑色的，那外面有叫黑的，好像滴下来这样，就是讲到注意4个黑天啦、啊，就是完了。
首把在三点的单位，然后看到 hotpot 就是，hotpot 叫什么啊？叫做什么 hotpot 啊 ？hotpot 我们这边都是一直讲 hotpot， 但是，叫做什么我也忘记啊。就是你们那个汤滚了，你什么东西都丢进去烫一下就吃的那一种哦。所以这看一个 hotpot 的 pot 啊，华人心里很多人都是这样简单的庆祝了哈、哦。那在三点的单位呢，三点的单位就有一双筷子，在九点的单位有一只的筷子啊、哦。那一双的筷子煮的时候呢，就一双的筷子，然后他就敲了两下，敲了两下，第一是叫我。醒来呀、啊，丽丽 ，OK， 啊，要做功课啦 ，OK， 然后敲了两下，也可以说代表二月哈、啊。那在三点的单位，也就是二月三号，华人的二月三号，所以为什么是用筷子呢？是讲到华人的资历是二月三号 ，OK， 就走到就要被提了。然后在九点的单位又有一只筷子，那西方是二月三号 ，OK， 华人的二月三号，那东方呢还要加一天，就是23，也就是二月初四啊、哦。好，那九点的单位也是可以用六，也就是阿达啊，阿达回家，还有九就是星期四加，哎呀，星期三加星期四，也就是七，但是用英语的话，也就是。第四天跟第五天加起来九天，好，接下来呢是看到 BER，BER， 我认为是马来文，但是我就进去测一下英语有没有真的有这个。什么是 BER 呢 ？BER 的意思就是 turn into opportunity， 然后看哦 ，BER 了之后。是白色的，就看到 blameless， 就是说大神在跟大家讲说，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已经解码了，我们还有一个多月，就是42天的时间之内，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成为一个义人 ，OK？ 所以神说你要借着这一个月多的时间 ，OK， 解码已经解了，但是你们还是要继续成为一个义人。啊，就会被提，就会被提。要记得，义人是谦卑的，义人是爱别人如爱己的哈。如果你不爱，怎样讲，就是说，有些人很不懂啊，就是说，你不爱别人的话哦、啊，你怎么能够说你爱上帝呢？对不对？啊，因为你爱上帝是不是为了奖赏而已呢？那我们爱上帝是要没有条件的付出，你知道吗？如果你有条件的付出，比如说你跟，你的同事们哈，你跟他好是因为你要得到好处，如果你跟他好是因为你觉得你是一个义人 ，OK， 你是一个人，你要爱别人，因为那个人也是上帝创造的 ，OK， 你对你要别人怎样对你，你也要怎样的对别人哈，这是最简单的讲法了哈。所以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已经成义了，已经很好很好了，我知道很多很好的了，但是当中有一些人还没有做得那么好，我们要继续快一点的，不要说慢吞吞，或者是说我觉得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你这样讲法是不是跟现在的政府，西方的政府讲的话的话一样的，训练人家小孩子，你们啊、小学哈，你到15岁的时候啊，政府给你免费的开刀，你要你是女的，你要变成男的哦，你就开刀，不用跟你的父母讲，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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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OK， 不用讲的 ，OK， 那我就免费的给你去开刀，男的要变成女的，好，一切整个配套是免费的，而且呢，给你很开心的，哈，政府会帮助你一切，不一定还会帮助你进大学嘞。所以大家，它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魔鬼的作为，魔鬼的作为，所以人在做这些事，就是使上帝生气。使上帝伤心，所以你看世界西方的国家做的事使上帝多么的伤心，多么的怎样，那我们呢，我们是不是跟着他们一样的，就是说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丽丽你管我干什么， OK， 我要对你好就对你好，我不要对你好就是不要对你好，那你说丽丽啊，
有这种人吗？我也不知道，我也希望没有，对不对？所以大家继续努力，我相信我的朋友们是不会这样的。你们对我都非常忠心哈，你对我忠心就是对上帝忠心。你的心里面恨我，那你就是恨上帝，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圣经是这样讲的嘛，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你懂得圣经，你怎么不会用它呢？对不对？好，讲到这边。到哪里了？那第十二那边，OK，我是听到声音。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听到声音啊，got up，啊，got up。然后呢，我看时间，时间是多少？11:21哦。然后呢，这个听到声音之后，就看到圣经这样两面的哈，两面。那就是说，我们都是跟着圣经的话走的，都是跟着主耶稣的哈。那当我听到。哦，get up，那是11:21，那二背题，那一些那个时候啊，那21就是四个黑天的第二天，OK，第一天黑天，四个黑天的第一天是20号，20，然后21啊，那接下来就是22了，就是西方回家的一天，所以为什么说啊，get up，然后看到圣经两面啊，两面一面是22号，一面是23号啊。好，接下来是听，也是听到我，是听到我的声音说3、4、5、6、7、8，诶，怎么会我有声音出来？声音就是听到声音说3、4、5、6、7、8，那我就把它加起来好不好？所以3+4+5+6，+7+8，全部是多少？33，33，所以昨天神在教我们33哦，33也是我们看到蓝色的一条线，后面写着33，那是什么？刚才讲了，就是华人的日历2月初3，然后2月初3星期3，OK，2月初3星期3，感谢赞美主啊。然后我有听到是我的声音这样讲，IS 什么 IS？怎么会有做功课么？怎么会有 IS 呢？我很忙的时间，我没有去想别的啊。我通常不会想别的，我想的，因为我觉得我浪费我的精力。我想的应该是我，所以现在很欣赏说，我忙是有好的哦。那我不会好像我听在做东西的时候就听着那个新闻这些事情发生的怎样啊、哦、啊，当然要带进祷告。如果你听了没有祷告，你干什么要听，对不对？好像很多新闻我不听，因为怎样我祷告不来，我只能够祷告这世界第三次大战他们在打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家俄罗斯。这件事情就要祷告，而且为这些乌克兰的精兵、为俄罗斯的精兵们祷告，对不对？啊，祷告他们的灵魂得救，对不对？OK，那接下来是看 IS 什么呢？IS 是几数字多少呢？在哪里？我没有写 I，我写在哪里呢？好像是没有写，是吗？I 没有写，OK，那 I 是几画？IJ 就是9，9S 呢是19，好，99有写，在这边向着东方哪一端？OK，99，OK，IS 就是99，99就是加起来28，28也是讲到2月2月啊。那之后呢，就看到三汤池，三汤池是红色的。啊，我用黑色的笔写下去就错了，那所以我就采，红色的，其实是红色的笔写的。三汤池，三就是三汤池，汤是几画呢？13，汤是，啊，有下面有写吧，还是在这边旁边啊，在左边那边933下面，OK，汤是12画。十是11画，12+11是多少？23。11+12+11是23，也就是东方回家的一天。那前面那个三呢？前面的三就是说前面的三不是星期三啊，是讲到2月3号是东方，一个是东方，对对对，也是星期三。所以三是代表西方回家的一天，那东方回家的一天是汤池，OK，汤池23。那三呢，星期三，我们西方是星期三回，东方是星期四。好，大家继续努力，要准备好回家，阿明。